会议开始哈，稽核网路第220次例会，例会开始敲钟。那请继续 IOU 啊。OK， 那现在就由我来先做致辞的动作。很开心哦，今天难得有这么热闹，可能也是我们稽核网路社上算是也是非常热闹的一次。那有我们从北美的安雅，越南的简先，然后 Bumber 本来在那个 Sweetland 是不是啊？那好像还没上，但我们也在期待他。还有我们的那个音乐老师，我们的吴老师，那还有。今天我们下个月正式要受证的 Henry 今天有上线，今天大家情绪非常非常开心哦。那也很感谢我们海外社友的不断的努力，那帮我们稽核网路的人员不断的茁壮，声势往上扬哦，非常开心。好，那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的保姆。我们的 Michael 今天有上线啊，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那感谢大家。好，那主席致辞就到这边了。我们是不是请那个 Michael 今天能不能帮我们勉励几句话？我这个勉励倒是不用了，不过我上一次。我有给你们一个承诺，就是如果有超过十个国家的社友啊，哦，那我都办道歉哦，那个所以大家要加油啊，哎，还有人数超过多少？40吗？哎，对，这两个条件哦 ，OK， 哦，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谢谢 GP Michael， 谢谢。好，下一页。好，那今天的话，因为来宾今天比较多哈，然后。大部分都是我们海外社友 Marcos 跟 Joseph 的关系，然后进来到我们的群内，那大家也都聊得蛮热络的，那我就由今天的来宾的话就有来介绍，那首先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北美的我们最美的女性啊，那个 女性同胞在北美的安雅。安雅是刚下任那个北美台商协会的秘书长。安雅有在线上吗？我这样介绍不知道有没有对，是是刚刚卸任的秘书长，北美驻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刚刚卸任的秘书长，是来这边跟大家学习，谢谢。哎，是，然后安雅的话现在在北美的话时间也很早，那五点很辛苦啊，我们也谢谢他。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远在越南的简先，简先的话也是在我们台商界来讲的话资历也很深，然后从事的部分来讲的话不动产跟人力中介，他也对我们社也表达很有兴趣加入我们社，在我们刚收到讯息的时候就赶快简先联络啊，也很多有共通的地方，都在东南亚打拼的那个经验哈。啊，简先生好，简先生。啊，大家好。哎，那个新人哈，来这边学习一下。简先生客气了，简先生说上一次有一次加入的机缘的福伦社的机缘，应该是在20年前了。那天有听简先生谈了一下哈。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那个吴老师，吴老师的话是吴清浩吴老师，
吴老师的话是本身是学，他在教导那个很多欧洲学校、美国学校的一些学生哦。那最主要是教导管乐的部分啊、那目前他的教室呢，因为教室是在信义路那边啊、那上次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表达很有兴趣来参加像我们这样的社团哈、哦，所以我也诚挚的邀请他来加入我们的社。那吴老师的话，有荧幕有开，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嗨，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OK， 那能听见。OK， 那再来就是我介绍大家因为我在介绍，还有一位 Henry 哈 ，Henry 是我们下一个月要受证的准舍友。Henry 若 ，Henry 好。Henry 本身的话是台超企业的总经理，那本身他的行业的话是在等于是检测设备，那他们检测设备是专门针对苹果相关的厂商的供应链的一种高精度的检测仪。检测设备。Henry 好。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好 ，Henry 好。好，那再来我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的林中志林先生。大家好。他的英文外号也叫 Kevin 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两个 Kevin， 那就叫我 KK 没关系。那林先生本身也是属于新创产业的一个在新创产业打拼很久的一个很有抱负的年轻人。那待会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很完整的一个大概括的介绍，也很期待。那期待等一下。好，没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个张新展张先生。那个张先生是我们谁的朋友 ？Hello， 是，他是我介绍的啦。所以是 Michael 介绍的朋友。OK， 他是我这个另外一家公司台湾科美，专门在做隔热纸跟汽车百货一些用品。是叫做伽马品牌。好，那个张先生好，欢迎你哦。那张先生，抱歉，我手上的资料对你比较没有多，那就大致上就谢谢 Michael 帮我们的介绍哦。那也很欢迎你今天来参与我们的会议哦。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议程。这是我们今天的福伦哥、啊、今天福伦哥也比较特别一点，待会后段会插了一个我们最新的机网路哥的歌、哦、那大家就听就好了，听就好了、哦、我们就是把它稍微再传播一下，大家肯定要花点时间去训练一下，去练习一下。
Emily 上面感谢大家，用真情打鼓励，将阮再过，爱珍惜每一个付出的机会，一生难得有缘来做伙。It's our lottery，将人才拢伫这。It's our lottery， 全的困难拢不赢。Oh, our lottery， we walk with hope and love。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大家，用真情甲鼓励，将阮再过，爱珍惜每一个付出的机会，一生难得有缘来做伙。It's our lottery，将你人才拢伫这。我这心的性命 It's our lottery 全的困难拢不赢 Oh our lottery We walk with hope and love It's our这一首歌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首歌是由我们社里面的 Eli 谱词，我们 Marcos 谱曲的，在一个礼拜前，五天前才刚出炉的，很热的、很烫的歌。那我们就社友们就试着来跟着唱，那先练习一下，训练一下。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刚刚唱那个 It's Our Lottery 啊，我们也是五步合唱，也是把它完成掉的，没有音乐，超厉害的。我是真心真意，一生成为洛达里，是群狼来咬过鸡，日不落到每个角落里。我是真心真意，集合网路 family， 团结合作有默契，传递爱，大家好友谊。集合网路洛达里，无论世界在哪里。网路点对点，有我就有你。集合网路 family， 传奇全球千万里。服务新联系，有我就有你。永远不分离。永远在一起。
太棒了，太棒了！第一次做这样的成绩，太棒了，太棒了！哎 ，Bumper 上线哦 ，Bumper 上了 ，Bumper 上线了 ，Hello，Bumper 上线了。那个 Emily， 这边我跟你提醒一下，下次那个台语的部分哦，把它换个颜色，色底那个字的颜色，把它换个颜色。中间会穿插一些用台语唱的部分，再麻烦你了。好，今天我们福伦歌唱就到这边。那现在进行由我们宣最强的秘书来帮我们做秘书报告。没问题，交给我。感谢你哦。好，秘书报告。首先，第六届第一次理七月份的理事会，时间在7月22日下周三晚上9点到10点10分，地点一样是我们的Zoom会议室，那就是在这个账号的会议室里面。好，接着是第221次的例会，也就是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哦，是实体的加视讯例会，那时间是7月29日，礼拜三晚上7点半到9点10分。地点是在汉族学院，大家记得都来参加哦。那个我们那个 Bumper 他是在 Houston 那边。那我们7月29日的实体的例会，我们请到的这个主讲人是王纯恒技术长，那主题是人工智慧的落地，以财经与医疗 为例、哦、在这两个领域分享人工智慧的开发是如何做实体的运用。那欢迎大家可以广邀朋友来宾一起来这个聆听我们现场的这一次的例会活动。那海内外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一起参与我们这次的实体例会哦。好，那第223次例会是我们的8月12日晚上9点到10点10分，那主题是我们这个雄性突与微创植发手术。主讲人是应该是我们 Doctor 介绍的这位蒲之眼诊所的陈永廷医师，相信大家应该私底下都想了解这件事情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偷偷的来参加这场会议。好，接着是第224次例会，是我们的分区联合例会暨总监公司访问，这个比较重要哦，我们社友一定要记得参与，是8月25日礼拜日晚上7点半到9点10分。地点是在我们的奔雅商务中心，在复兴北路15楼。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联合例会，所以我们26日礼拜三我们就没有例会了哦。接着是我们明年是我们的这个国际福伦在台湾，所以有这个万人反毒公益路跑，时间是在今年的11月1日早上6点到10点。地点是总统府前的广场，那休闲组3K 的一个人500块，竞赛组12.5K 的话，一个人是800块钱。那报名是到8月17日截止。好，秘书现在这边报告结束。那请问主席，这个出席报告我们是由我直接说吗？还是说由谁来去今天的出席报告呢？哎，那看来，拜托， okay， 对啊，拜托一下，确定得到吗？没问题，交给我，交给我。好，好，感谢。那出席报告，第219次例会出席报告，设有19人，出席14人，那么出席率是73.68%。好，那报告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纠察报告。今天的社友 IOU 应该是金额1500元，总金额1500元。
是。OK，欸，好。哦，1600，1600新增的 Robert 一个1600，不好意思。OK， 1600元，好，谢谢我们Charles。欸，那我们个别的 IOU 要念一下吗？就是大家 IOU 多少？哦，OK， 好。Kevin 200，有，刚才那个 Emily 有打上来。OK， Kevin 200 ，Marcos 100。Morris 100 ，Joseph 100 ，Shen 100 ，Michael 500 ，Eddie 100 ，Charles 100，谢谢 Michael，Eric 100 ，Doctor 100 ，David 100 ，Robert 100，所以金额应该是1600。OK， 以上。谢谢 Charles， 谢谢 Charles。好，那个关于刚刚那个出席报告部分，我请轩先报，哦，那因为 Emily 应该也有通知，不知道有没有通知到谁说做出席报告的部分。啊，如果这个部分的话，先跟大家抱歉一下，我就直接刚刚请轩就先接着报下去了。好，那我现在进到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的部分，哦，那主讲人的介绍部分呢，因为林中志林先是我的好朋友，那长期的话他很深的资历都在资讯业界，跟华硕的渊源也非常的深，那基本上他们的主要产品其实是蛮先进的，在做智慧床的部分，那是医疗部分，医疗级的智慧床的部分，那因为这个算是比较先进的科技的，那我们这个资讯呢，不是得到了新，所以呢，我就很直接、很简短的就把这部分的介绍就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林中志林先生 Kevin， 麻烦你。哎，大家好，那我现在就把我的投影幕先投上来。好，那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现在的荧幕，我很快速的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现在在的这一家公司叫做美思科技，美国的美思考的思叫美思科技，英文名称叫 Medicus Tech。那我之前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华硕电脑，那从大概毕业后没多久就进到华硕里面去。那在华硕大概8年多的时间，那这中间大概从进入到从制造，然后到 PM， 然后一直到后来公司培训我变成是就是那个华硕电脑有一群黑带在做组织变革，那我是其中一个黑带，那他们又再从黑带里面再去选了大概6-7个人进到总经理室，就专职在做组织变革所有的内容。那我除了在总经理室的这段时间就经历了就是华硕的分家，然后我后来就留在华硕，那我们里面大概有一票的人就被配到那个配稿厂去了，然后两边的总经理室其实有因为就很像双胞胎的联姻这样子拆掉了之后，其实各自都还有各自的流程要再长起来，所以我们就进到各个部门，从 sales service 这些财会啊，然后 IT 啊 RD 研发制造采购这些去串接所有的公司流程，所以去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组织再造。那组织再造大概到了一个段落之后，我就继续帮助公司在做品牌的重建，然后还有一些创新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我的一些资历啦。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快的介绍。那今天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反而是在讲说在企业创建这边，我们因为这大概是所有企业里面或大家在工作里面所遇到的一个流程，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老板会一直要求要创新，我自己当老板我一直要求我们家的员工要不断的再去做创新，那你如果在组织在团队里面工作，你一直要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很难，那这跟企业的整个的生存方式其实是不是能够活得很好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在就是今天大概最主要是分享这样的方式。那我的时间大概有40分钟对不对？是的，40分。那我大概
抓一下这样的时间哦。那我是希望说大概很快速，如果说你们在这中间有任何的问题，就随时把我打断，然后我可以快速的做一些 Q&A， 或者是你可以先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在那个对话群组里面，那我们到时候回过头会去 再去看到它这样子。那我再继续介绍一下，我现在在的所属的这家公司叫美思科技，那它是在做一个智慧型的医疗床垫。那我们算是在很早就开始做，我们2012年就做到现在。那公司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蛮运气蛮好的，那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天使投资人，像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徐世昌，有童子贤，然后有吕摩伟先生，然后有预创的那个董事长卢超群，然后还有侯文勇，还有就这个团队其实就是有一群医生，一群科技人，然后一群就是流程的专家在一起，然后去打造一个还蛮有愿景的一个医疗产品哦。那这个公司得过新创奖，然后在2017年的 MDM West 的那个算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医疗展哦。那他也我们也得到了那当年度的 Innovation Prize， 就是最佳创新奖。那这最佳创新奖就是在2000多个厂商里面去选出一家的公司这样子。那在2016年有得过那个医测会这边的智慧医疗奖，然后也上过天下远见这些其他的一些杂志这样子。那公司产品很简单吼，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荧幕的正中间有一个那个紫色的这个垫子。那我们的产品呢就是把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很薄很薄的 sensor， 就大概跟衣服一样的薄。那人只要躺在那上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压力，因为我们去侦测那个躺下去的压力，那所以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荧幕的右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可以看到人体的一些感压的情况。那所以我可以看得到你的所有的翻身动作，然后可以看到你在床上的 behavior，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可以侦测到心跳，可以侦测到呼吸，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了，就是直接躺在那上面，那就可以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你的身体的行为，然后从你的呼吸跟心跳判断你是不是进入到睡眠，然后呢就可以看得到睡眠呼吸终止，可以去看到一些其他像气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这样子。那这个我们都有经过了很严谨的临床验证，然后像那个睡眠的验证是我们去年跟长庚医学院的睡眠中心去做的临床验证，那今年还会再跟双和医院再去做更深入的，包含睡眠品质，包含睡眠呼吸终止，还有其他相关睡眠疾病的一个验证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床上面我们就铺上那个薄薄的垫子，就把原本的床垫把它改装成是一个感测的智慧床垫，那它就会透过它在床边的一个小的 device 直接发送所有的讯号到中控台。那在这个中控台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一层楼大概30床40床所有人现在的行为，然后它也可以看得到过去的历史资料。那譬如说 A 先生跟 B 先生可能是差不多类型的病进来的，那他在进入到躺卧到床上去之后，他们开始给他一些疗程跟疗法，那渐渐的这个 A 先生可能就是白天比较会下床走动，晚上睡得比较久，但是这个 B 先生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就比较没有好转，所以可能白天也在睡，晚上也在睡。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这些资料之后，会去做一些交叉分析，然后会提供医院的医生在巡房上面的一些参考，也会去看到一些那个护理人员在照护上面的一些需求。譬如说医生如果开药开得比较重，常常会引发一些夜尿的情况，那这个病人可能会睡不好，他就常常半夜必须要爬起来上厕所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利用大数据的一些分析，然后就可以再跟医院其他的资料去做一些结合，
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还蛮有效的一些数据上面的诊断。那现在切入市场的部分是我们针对有一些用药上面它会造成病人晕眩，所以呢它在临床的时候会跌倒。那这个问题在北美比较严重，就是因为北美它从病人跌倒的那一刻开始，因为它就算是医疗的疏失，所以呢保险公司就停止给付了，那所以医院就必须要承担这个所有的赔偿责任跟它的医药费用，所以我们的产品反而在欧洲跟美国就销售的还不错。那反而是在台湾，因为全民健保几乎 cover 掉所有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人跌倒然后受伤，那其实不是医院的责任，是我们大家一起有缴过健保费的人，就大家一起帮这个病人在付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市场现在就是以美国为主。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后台还有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可以看得见睡眠的品质、睡眠的状况、一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那后续这个资料累积下来之后就可以再去做一些交叉的分析。那这大概就是我快速的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就要开始进到今天的主题这样子。那我先问一下大家，在刚刚的一个小的公司介绍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再回来。 OK 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就随时再把我打断哈。那今天的题目还是一样，就是回到那个创新的题目，就是这大概是今天的 agenda， 我大概会 cover 到企业的创新挑战啊，然后我会把我之前在华硕的一个 project， 这个变形笔电的这个创新案例把它拿出来哦，那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那然后还会再用一些我们公司自己的案例来看一下说我们要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然后在或者在企业里面要去发挥一些影响力，你大概可以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在这个组织里面去做一些快速的调整。那通常大概企业的创新，大概你可以看得到遇到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创新哦？就是技术的创新当然是哈，产品创新当然是哈，那服务的创新算不算是一个创新？管理的创新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创新？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创跟这个新的这些事情，就是你的创新是不是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新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案例，它是拿去做跨界上面的使用。那真的会有这个新东西，还是就是我们把旧的东西稍微做一些改变，然后使用情境稍微调整了一下，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创新的使用方式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这是我们在杂货店上面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卖多少钱？刷子，80块，对不对？差不多。那这个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是什么？它前面那个红红的是磁铁。好，我直接解答哈。它是在手术房里面去吸那个掉下去的针。那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开手术的时候，就是如果有去过手术房，碰过这样的案例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因为有时候情况太过于危急，那又会手忙脚乱，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急的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就是完全 follow 这个 procedure 跟这些东西下去做。那有时候他们就是在开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在开刀的时候，他会拿譬如说20组针出来，所以呢你到这个颅腔缝合完了之后，你肚子打开然后缝合完的时候，他们要数到有20根针，他们才能够正式的宣告这个手术结束。不然的话，这个手术这个就有可能会掉在地上，就是你如果遗失的话，是不是会掉到人家肚子里面，所以造成一些医疗的疏失哦。所以就有人发明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它下面就是磁铁。然后我们的创办人里面有四位创办人，包含我在内，就是其中有两位是医生，我是属于工程师的另外两位哦。这个医生他就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状况，就是他的棉花手术针不见了，然后呢就是除了麻醉科医师还有那个主导开刀的医师之外，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开始去找这些针啊线啊什么的。那所以这很有趣哦。那大家猜一下这个东西卖多少钱？这一根小小的东西
卖到341块钱美金。好，你可以去查一下这样的一个东西，前面带个磁铁，全部有铝座，那跟这个有什么差别？但是因为它手术室里面，然后它就卖到340几块钱美金。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吹风机，好，大概多少钱？大家心里大概知道，这大概也是350块，1000块台币这样啊。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就是你有时候进入到比较开刀时间长的手术，那你经过全这个全身麻醉的过程里面，你的身体的核心温度会往下掉，所以呢，他们就需要有一个帮助这个整个身体做一个加温的东西，然后保持这个病人的核心基础温度。所以呢，这是一台吹风的加热器，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躺在一个抛弃式的一个纸做的床垫上面，然后接上这个大的吹风机，然后就这样子吹。这一家公司呢，大概在6年前被 3M 并购，他们公司就只有35个人，他的并购的价格，看一下哦，他并购了243亿的台币，35个人的公司被 3M 买下来，买了240几亿的台币，大概800万的美金左右，就做那台 vacuum， 就做这个而已。对，然后这一家公司还持续的帮每一年都帮那个 3M 去创造了33亿左右的营收，台币的营收。所以这刚刚在讲的那两样东西都是运用在手术房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小产品。那其实他们在做的很多的想法，只是他们去借用一些不同的情境进来，然后就放在不同的地方去。譬如说你在管理的东西都会把它放到服务里面去，你在服务或你在其他产业里面看到的东西都会放到你们自己公司的产业里面去。那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在创新中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大概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家公司的创新到底是一个人的创新还是一个团队的创新。就是我们有时候都遇到一个某些很重要的员工，然后呢他可能做了很多事情，连老板都没有办法，他有任何办法，因为他很厉害啊，哦，那为什么这个创新永远就是停在这个重要的员工？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再去把它做一些调整跟改变，然后让这个创新变成你们公司的一整个所有的创新哦。所以的确就是创新真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创新哦。我觉得 David 讲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常常在创新里面看到三个问题，就是你看不见想到做不出来。那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你看不见客户真正的需求。那你就说啊，不是啊，我有去问客户啊，我有跑去跟客户做很多访谈啊，那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有时候客户真的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亨利福特以前有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在那个时间点他跑去问客户他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只会回答说我需要一匹跑得更快。所以大家就会尽量的去找更多更多的马，然后呢他就不会去做了那一部汽车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创新是你必须要去看见一些很不同的 insight， 然后就是去看到那个背后需求背后的一些动机。那创新是不是真的有流程有方法可以持续创造？答案是，的确有一个方法可以持续的去创造它。那我在这边就先拿了一个华硕电脑的变形，就是华硕的变形电脑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分享。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一个的电脑。那我们当初在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大概花了350多万的台币，然后后来创造了大概240几亿左右的营收，200多亿的营收，然后只有花了350几万的台币的一个前期的研发而已，就是做一些调查。那我先讲一下华，就是很多的科技公司它的产品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出来去决定的。
就是譬如说我以前在光雷机的产线里面，那他们就是大家就是坐在那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呢就说啊，这个日本出了哪一个类型的光学头啊，然后谁出了哪一个的那个 chipset 啊，然后现在的那个Sony 已经做到了多少的地方啊，那个 ODD 光碟机已经做到多少转啊，然后几倍数啊这样子，然后从一般的现在的红光变成蓝光啊，然后从 DVD 然后再更进展到更高阶，就大家在会议室里面就讲一讲，然后产品下一代产品就出来，然后卖不掉怎么办？卖不掉就拼命的杀价。所以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光碟机很惨，这个产品大概是在所有电脑界里面最难做的产品，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马达，快速的在旋转，它中间在夹马达上面夹了一片光碟片，在旋转的过程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气流，在你看不到的那个小小盒子里面，那个气流会去影响到你那个光学头去读那个光碟片上面的那个头，然后呢，你还要不断的去变焦，然后要去调它的那个 power 的大小，然后呢快速的去读取，然后要去解码，然后把东西做出来，所以然后还要再加上说你整个的机构整体都会动，你的马达会震动，你的 trip 盘会震动，你的光学头会震动，所以这大概是在所有电脑里面最难做的产品。很多的公司都是因为先学会做了光碟机之后，他们就学会怎么样做机器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那我们后来在2008年品牌跟代工就分家了，那分家了之后 Pegatron 那童子贤就带领的一群团队，然后开始专门去做代工，然后华硕就变成一个品牌公司，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像 Sony 像 Apple 像 Dell 这样子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品牌公司。那在那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去就开始去思考怎么样从代工走向品牌之路。那我觉得运气还蛮好的，我们去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process 叫 design thinking， 或许很多人有听过。那这本书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读的，那也蛮适合你带着团队去做导读，它是决定未来的十种人，它其实英文的书名叫 10 Phases of Innovation， 它其实一直都在讲 innovation 的书，但是一个非常在讲 innovation 的一个很基础的书，它里面有十种不同的人的各就是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串接起来，它其实是一个整个创新的完整流程。那我也运气很好，我变成黑带了之后，然后也被公司丢出去，然后去跟 IDEO 的其中一位很资深的员工，几乎是创办人，那叫做 Bill Mortgage。那我跟他学了整个的 design thinking，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再回到华硕里面，尝试的去把整个 design thinking 导入到公司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去，让不是只有设计师然后才有所谓的 design thinking 的 process， 让连 RD 连 service 连 sales 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service。 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看这本书，这本书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们就跟了另外一家的顾问公司一起合作，叫做应用剧本实验室，然后开始尝试的去做了一个属于华硕自己的一个创新流程。我们现在在看的东西是我们从现在的产品现在的使用者去观察他们的使用方式跟他们的产品使用经验还有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经验，然后开始尝试的去创造一些新的点子，然后去创出属于未来的产品，去建造他们新的在未来的产品使用者经验。那这个大致上是一个这样的流程，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细部的展开，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先跑去做了一个田野的研究 User Experience 的 Study， 那这个你可以再去查一下 Keywords， 那是使用者经验的田野研究，然后找到使用者开始去观察他，然后把他们的一些使用产品还有他们遇到生活上面的一些挑战跟困难的东西去建构出一个知识模组，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详细记录起来，再进行分类，然后依据不同的东西去建构某一些的一个知识的 module。 那从这个知识的模组里面
我们就抽取很多不同的元素之后，我们就进去在团队里面去带这个创新的工作坊。所以我自己大概在华硕里面带了将近有200多场 的创新的工作坊。那这工作坊的成员就是来自于各个部门，可能有 Sales 啊 RD 啊，然后那 RD 可能包含 Notebook Team、 手机 Team 不同的 Team，然后有 service team， 然后 有 supply chain， 有所有的、哦、该有的都进来。而且我们还怕这些人真的就是脑筋太过于僵化，我们在每一场的里面我们还会去找大概3位到5位的大学生一起进去跟40个人混组，就每一组里面都会有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就会提出很多很天花乱坠的 idea 这样子，然后去刺激我们这些工作太久已经脑筋僵化的人。那从这些大量 的这个 workshop 里面之后，我们就会从每一个人的团队智慧里面去抽取很多新的点子 idea。 那我待会会秀给你们看这个 idea 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所有的步骤我待会都秀给你们看。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再去创建一些新的 scenario， 就是这个产品应该怎么用啊，应该用在哪里啊。要譬如说那个华硕的电脑有 N 系列的电脑是专门在做影音的、哦、那它怎么样，大家如果对音响跟画面比较要求的，那有时候会用这个看电影，那我们应该把电脑做的怎么样。那有些是就专门在工作的啊，它要求的速度啊要做的什么，有些专门在打电动啊做的什么样子，之后去形成一个 concept， 然后呢就把每个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 scenario 跟 concept 再把它变成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库。那后续如果要去出一些新的产品，我们就从这个创新的概念库里面去把它丢，去把它抓取出来，重新去做结合跟组合，就可以把好几个不同的创新 idea 再去结合成一个新的这个创新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出来。那我就开始慢慢讲。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在我经过的那个第一个最早的那个 case 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 focus group， 我们大概从3万多个人一路的那个客户名单，就是注册的客户名单，然后一路缩减到剩下100多个人。那这100多个人挑出来的100多个人，办了大概4场到6场的一个 focus group， 再从这个 focus group 里面去找出了比较行为独特的这5个人。我们就叫他钢蛋男、景观女，然后化工博 ABC， 然后回国男。那回国男就原本在国外念书，然后在国外工作又回来在台湾。那 ABC 就是在国外长大，然后化工博就读化工，景观女就是他跟男朋友同居，然后就没有钱可以结婚，然后就出门在做原因造型。然后另外一个是钢蛋男，他回到家最大的兴趣就是拼命的画很多很多不同的钢弹哦，所以还蛮厉害的。那譬如说我们到钢弹男的家里面，我就看到说，他自己会去接那个音响啊、剧院啊，然后把很多不同的东西全部串起来，变成一个同样的系统啊这样子。然后那个因为景观女他们家比较小，然后他就在想说，那荧幕真的是太小，每次都要所有的东西都在那边，他连电视都在，那时候电影都在电脑里面看，他就说，我们是不是后面这边就做一个投影机，我可以就从荧幕后面投影到墙壁上，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荧幕可以用啊。然后那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听取他们的声音，观察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呢就去收集出来了很多不同的使用者情境。这个使用者情境里面有分类哦，你看这个不同的颜色属于不同的分类，有一些是属于功能型的，有些属于服务型的，有些属于感官型的。那譬如说，好，这个影音好事情寸，就是这个这个 ABC 是 ABC 吗？我看一下，对，他是 ABC 哦。这个、ABC 呢，他就是他常常会跟爸爸出去钓鱼，然后他就觉得说，如果就在钓鱼的时候，如果有听很多很好的音乐，他就觉得他运气都超好，都会钓到很多鱼。但是他很奇怪，他都是带 notebook 出去钓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这大概是10年前的 project， 大概2010年左右的 project。那对2010年、2009、2010年的 project， 就是在那个变形平板刚出来的时候，
之前的哈。那所以他说他大量的这个歌曲全部都存在电脑里面，他要把这个东西就带过去了。那所以这就是他讲的，就是哎，我只要心情好，我运气就会好，运气好就会得到很多很好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就类似去收集这样子的想法跟概念之后，我们就去设计了一个 workshop。这个 workshop 呢，就是你看这个左边最左边，你看那个左上方的这个图哈，让你看得到我的鼠标吗？哈，看得到哈。那这边呢，我们是去抽取在这些所有里面的内容，然后去抽取一些关键的元素，然后呢，用元素强迫去连接，譬如说是硬体的架构啊，服务的流程啊，那个软体的 spec 啊，或干嘛的东西，譬如说快乐要怎么跟那个 IOPO 要连接啊，现在听起来很难，但当我们在带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去刺激他们说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让人家能够产生快乐感的 IOPO。 那这 IOPO 譬如说发光的键盘，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发光键盘的 idea， 在2009年2010年就被产生出来，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些发光的键盘都跑出来了。然后所以在这样子大量的 workshop 之后呢，每一个里面都会去产生很多不同的点子，在这个点子里面就会我们到后面就会画一张图，然后描述那个点子的特色，然后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譬如说左上角这个叫做左边的这个叫做当机提前让你知，就是我们的那个在设计 BIOS team 的人就说，哎，你的这个资源整个电脑资源它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其实会知道，所以是不是有时候就是处理速度越来越慢，快要当机之前，然后它右上角马上出来一个倒数计时，5、4、3、2、1，然后你就可以赶快去存档啊，干嘛的？那不过你要回去回想在2009那时候的电脑，不是现在电脑这么简单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这个右边这个是一些秘技，就是很喜欢打电动的。然后呢，我们去做了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声音上面，在麦克风里面侦测，就是去侦测到国骂，就是开始飙三字经的时候，就代表你打电动已经遇到很紧急的状态，在那个时间点会帮你把这个 CPU turbo up， 然后让你按一个键可以发射三次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很奇奇怪怪的 idea， 都不管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先把这些 idea 全部都存档下来，之后呢，就透过一些团队连结，然后我们就去投票。然后这些投票里面包含，你可以投，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卖最好，最有可能卖，最有趣的是什么，然后呢，最贵的会是什么，或者，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分类，然后下去做评比跟投票。所以每一个 idea 里面都可以看见一个新的不同的东西。之后呢，就进入到这个所有的会诊里面，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点子做成卡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扑克牌哦，然后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就发扑克牌，然后让扑克牌里面随意的去组合，然后呢再来就会所以我们的扑克牌里面也有分类，你可以看到有服务类的，有 sales 面的，有 spec 面的，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用颜色分、哦，那再来还会有一个就是这些所有的很好的一些 idea就会再形成一个 scenario 的卡片，就是告诉你说，哎，什么东西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有什么样的 scenario。譬如说，那个微投影机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这里面可能没有哈，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把所有的很多的电脑放在舞台上面，然后每一个电脑代表一种乐器，然后下面有人在指挥这样子。哦，然后就变成一首歌这样子。结果这个 idea 大概在后来我们有一款那个跟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机器，然后拍了一个广告，就是拿那个 idea 直接去把它翻拍成 sales 的广告， marketing 的广告这样子。所以那些这些的所有的 idea 的卡片，所有的东西就不断的被累积出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子库，然后一个 concept 的一个新的概念库。
之后呢，我们去把策略地图把它展开来，哪一些是现在在技术上面做得到的啊，然后做不到的，然后是比较属于未来性的，哪一些是在需求面上面是比较处于前端的未来的，那我们在这上面去做一些分类之后，这时候参加的成员就不一样。你现在看到的是 PM 的 leader、service 的 leader、marketing 的 leader， 跟我们负责 key parts 的 leader， 就是跟那个 Intel 啊、Microsoft 这样去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M， 就变成是由中高阶以上的主管坐下来，重新去组合这些产品，然后重新去看待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被利用，变成下一个新的世代的电脑出来，然后我们就会展开不同的策略地图，每一个策略地图都会有不同的高阶、中高阶主管进去里面，然后做很多的讨论，然后呢，到后面还会有其他的部分再进来去看这些所有的东西。那出来的这些 concept， 我们就会再回归到原本找的这五个主要的 key 的这个族群，那包含景观女啊，像你现在看到景观女刚才两个 ABC 又来，然后我们就 present 给他们听，然后听他们的 feedback， 然后再去做另外一轮的市场调查。之后呢，我们出来了一个在那个时间点出来的一个 concept， 我们出来一个所谓一个神变组合机的机种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大胆的把 Microsoft 跟 Google 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款，就是起来是一台 那个 Windows 的电脑，拿开来你的手上的那一台变成一个 Android 的平板。那这就是来的我们做到学习啊，这所有的这些 concept 全部展开来之后，就去做出了现代的这个产品，第一代的这个产品出来。那这样的产品就行市场，然后就造成蛮多的轰动这样子。那其实是从现在这个发掘过来的，所以你会看见的就是说，那个 Z 字型的一个变化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要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属于你们公司的新的流程？那你就会去做到一个可能令人赞叹的一个产品出来。那你如果要重新去看说什么叫做产品上面的创新，其实创新就是你要去跟随人，要看见，然后要去看见在生活里面的需求，然后不变跟一些让他们感觉到痛苦的地方，然后想办法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那怎么样在这个组织里面去做创新呢？就是我在2012年出来创业了之后，我重新的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美食科技能够持续的再去做一些使用。那其实在想这个组织内部创新的这个环境的导入的方式里面，其实不外乎要去想几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流程，因为有了流程你就有办法去辨识每一个关键的产出，然后有办法去辨识每一个关键产出，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些调整。那大家就可以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共同的认知，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相同的决策模式。那然后你会用一些不同的工具方法创造一些新的场域，然后呢去创造最重要的是去创造一个跨界的，那像我们公司因为还有美国的团队加入，就是跨国的，更重要的是要怎么去做跨阶级中间，就是不要让老板的意见永远都在最前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才有办法。譬如说你已经 hire 了好几个博士进来，硕博士生进来，他们明明就比我还要聪明，为什么我不能够听他们的，所以才有办法有这种跨阶级的这种决策模式能够出来。那这是我公司刚一开始成立的样子，那我并不知道去秀说，因为每家公司一开始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去秀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开始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在还没有很多的门，还没有很多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了很多的移动白板，然后呢，这个白板上面就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内容，
我们去做了使用者经验的研究，去做了一些创新回来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用一个目视化的方式，然后快速的把它看见在让所有不同的人看见共同的一些成果。那我们那时候没有能力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因为小公司没有办法进到医院里面去做很多的访谈，也不可能进到医院里面去观察他们的流程，所以我们要请护理师进来，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做床类似的题目，我们就去用保利龙去做了一个这个小的床，然后跟那个我们家隔壁的眼镜行去干了一个小人这样进来，然后呢，我们就让他们就实际操作啊，然后告诉他们，就让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去照顾病人，他在病人上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之后我们就创了一个这个流程哦。为什么是这个流程呢？不是像刚刚 Z 事情的流程。我先讲一下，就是 Z 事情的流程是属于比较就是消费者导向的。消费者就是要新的东西，一旦走过他就丢掉就不要。所以我们在做医疗器材呢，你是出发，从人出发，从最右边的这个人出发，客户出发，你最后绕一圈要放在客户上面做使用，然后它会不断的循环。你可能在同一个产品里面不断的去调整跟更新，你不可能哦，我今天出了一个床，明天给你一个椅垫，然后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变化，所以你就变要从使用者经验访谈出发，然后一样我们去做了一个创新的创意发想，然后再去形成所谓的概念原型，再来做一些传递产品的传达跟这个沟通，然后再绕到这大概是从一个比较虚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渐渐的实体化，再回到客户的身上去。所以你看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访谈，在访谈里面做了很多的逐字稿，我们也进到像这个刘妈妈的家里面，她老公就卧床了二十几年，然后从来没有得过任何的褥疮，然后就看刘妈妈怎么样照顾她的家人这样子，怎么样照顾她的先生，然后吃什么，然后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案子，是一个台大的医师，他到北京去滑雪，然后结果他就不小心就摔断了脊椎。结果因为北京的那个条件环境很差，没有办法及时的动手术，所以他就变成下半身就从胸椎的第三节第四节以下就丧失知觉这样。这如果在台湾就有，但是因为他在北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那就去看护理师的流程，去看一下现在所有整个台北就台湾健检医疗体系的内容，这都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调查哦，然后我们让它做成一个类似像这样 one page 的东西，让全公司的人大家都可以有共同的一些思考跟逻辑，然后就渐渐的这样子把它从使用者的田野研究之后，我们再开始把护理师、把工程师、把设计师、把一些外面的那就是那个医院的 IT 的人再纳进来。然后一起去做做这个情境上面的讨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保利龙原型。我们那时候就有右上角这个，就是最早你们刚刚现在看到那个萤幕上面会有亮点的，有没有？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然后那个左下角这个不是一个真的东西，我们只是用那个保利龙去做出大小，然后再来呢就是上面去贴了可能的按钮按键。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其他的护理师，你看看到的这些女生，除了右边这个穿那个蓝色格子衣服的这个女生是我们的设计师之外，其他的都是护理师，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做很多的互动，然后才开始去做产品的原型设计，然后再进入到量产的制程流程，然后到最后去做使用者的实际到医院里面做使用者经验的访谈研究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是一路一路用这样的方式才去开发出现在的那个产品的原型出来，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公司里面还是一套的流程，用不同的方式，那只是现在走到现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变 ISO， 它变所有东西就结合在一起。那
另外我再跟大家再推荐另外一本书，是这个叫 Make Space， 就是它其实是在公司里面的场域在里面做一些创新，就是你要让沟通能够非常的顺畅，然后其实是我们用大量的这种引导式的开会方式，然后你会看到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就有大量的流程，大量的这些东西，然后随时在做研究。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也会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开会已经沟通不了，然后突然就做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大家看到那个墙壁上，哎，这怎么跟我听到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赶快去问，就是它其实可以快速的变成一个共同语言，然后去调和各个部门的东西。那在我们公司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我们大家对于机密性就是门外门内，就是大家进来到门内里面几乎没有跨部门所谓的机密。那当然是财务是独立的，但是除了财务之外其他东西几乎都没有跨部门的机密这样子。然后我们甚至在做策略型，这是我们几个创办人，然后我们在做策略型的讨论跟会议，我们也是用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再把所有的产品然后方向市场取向这个使用者的一些相关 payment 的方式这些所有的市场机会点去做一些收集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讨论，是一个大概不断的发散，经过大概一些的震荡开始去做收敛的一个过程。那你只是当跨部门的东西，跨部门的人出来有不同的知识不同的背景，要怎么样再去做更多的这个发散式的激荡，然后开始去经过不同的讨论，然后想办法去做收敛。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技巧叫做 facilitation， 那它在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型，比如说像下面这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产品 的一个过程哦。刚开始从最左边的需求出发，然后出发到很多地方去了之后，你可能会分成软体，分成电子，分成机构，然后再从 A1 A2 A3 再直接去做发展跟收敛，到最后再到最右边产生一个完整的产品这样子。所以你其实也可以把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当成是一种讨论，然后当成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流程。那这个两本在讲的这个就是的这个流程 facilitation 的这样的流程叫引导，就是这两本书里面在介绍的东西。那右边这一个Gainstorming 现在有中文版可以看。那我就刚才讲的就是一个 facilitation 的 skill， 所以你其实要有一些属于这种这些概念跟 skill 呢，你才要做一个团队的。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讲是，其实改变了习惯啊，然后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是你要改变习惯，作为一个创新的开始。那我其实从进来学了 IDEO 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把我的电脑盖起来，然后尽量的用笔跟纸开始在做很多的记录。所以Kevin 应该有看到我的笔记本，那它编号有一个10，有没有？那是我第十本的笔记本。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说因为你大脑动的速度太快，你如果还要怎么样想怎么样打字怎么样写在电脑里面，你的速度就慢下来，结果反而是回到了笔跟纸上面，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态度上面的转换而已这样子。我来秀一下好吧，来秀秀秀秀给大家。这个也是看起来有一点年纪的感觉，就是我的笔记本里面，我的笔记本里面大部分都是乱的，大部分都是这样乱乱的，但是我其实是会画很多很多的符号，很多的这些内容，那也是会有所谓的可能类似这样子的流程啊、概念啊这样的东西去做一些新的一些构想。那这里面就包含说，你看我连做笔记大概都会有类似这种图像式的思考啊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我的第十本的笔记本，然后我的笔记本底下都会有这样子的字眼，它就是在
我从2019年9月20号用到现在还没有用完的一本笔记本这样。那所以上面会看得到我的日期，会看得到我的所有的东西，那我就会有10本一模一样的笔记本，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在记录很多很多的 detail。 所以这其实是 这其实就是一些帮助我思考啊，帮助我了解更多事情的方式。好，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那非常感谢 Kevin 哦。那我们用最后的两分钟看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可以要问 Kevin 的，可以提出来。看他今天分享了很多他在他自己的经验上面的整合出来的一些想法跟 idea， 那这个也许还有一些那个大公华硕公司的那个长期培养下来的哲理、哦、那有没有想再问 Kevin 的，再问更深入一点的？我有一个问题，是我想请问那个主讲人 Kevin。平常有在接担任 workshop 讲师的那个 case 吗？我偶尔会接啦，对，偶尔会接，对。那我因为我被之前在华硕被训练成华硕内部讲师，然后后来就变成还蛮专业的讲师，所以我偶尔会接，对。但现在因为比较忙，就要看 case， 对。哦，了解了解。但是 David 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就。我都被 Kevin 照顾很多，所以社员内的我都 OK 这样子。Okay. 只有稽核社哦，我先讲。谢谢。因为我其实有因为我是两三个团体的干部了，那前一阵也带一些 workshop， 我自己当然没有你那么强，但至少还有点底。可是我发现做 workshop 的话，参与人没有被训练过，要他直接上线做那些。Posty 的分类啊归类他真的做不出来，对，那个有点难，对，是对。 Baby 是客气的，他公司也是拿了很多红树的设计奖，他们公司在红树也是年轻有为，那也是客气，我们改天可以改天欢迎我们可以碰个面聊一聊，是没有问题，谢谢。好，谢谢 Baby、哦、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的？那个我 Doctor 我可以问一下吗？是，可以，没问题。我现在是在那个福大医院的耳鼻喉科。是，那刚刚讲一开始那个智慧床垫，我是询问一下，你那个侦测它的那个压力的分布，它有它那个床垫可以及时的，就是改变局部的床垫的软硬度来分散它的那个受力的点吗？我们其实跟那个。我给你看一个影片，我不知道它这个传播的，它这个传的速度有多快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做出来的东西是属于比较属于那种相对型的压力。然后呢，等我一下，对不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实际上的压力到底是什么。那我现在秀给你看的这一个。影片呢，我不知道它放出来的，你现在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哈、哦。你有看得到荧幕吗？有、啊、我看到。没有，你看不到这个，等一下。新的共享看到。这个应该是比较慢的。可以的，可以看得到了，你现在就播一遍，应该看看，对，可以。嗯、这个哈、哦，我们这个现在最新的sensor可以做到这样子。就是这是一个人、哦、然后他躺在上面，他的那个他的重量，他的颜色，就是他的颜色越鲜艳，代表他的重量越重。他不是 X 光哦，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压力。那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把它放到后面去，我去把它跟这个气垫床去做一些连结，所以你刚刚看到的时候，他现在开始压力不平均。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去做一些压力上面的转换，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床在动的嘛，所以他就从这个压力慢慢的就帮他调整到他的压力可以平均这样子。那这跟气垫床原本的东西完全的构造不一样，因为
训练床它就是在几个独立孔中间转来转去，然后他们有他们所谓的阿古里森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回收系统，去调整这个病人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跟亚博训练床可能会有一个案子会开始，就是他们看到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会跟亚博去合作，做到刚刚医师在讲的那个及时去做一些变化跟转换的事情，但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哦，了解啊，因为像这种智慧床垫，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很多那种卧病在床的人呢、啊，他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那有褥疮的话啊，如果躺太久他不会动的人，大概我们通常都会下那个每两个小时要翻身一次，那不然他局部的皮肤会血流就有问题、啊、那我想说，这个如果这样结合的话、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借由你的压力的侦测，然后气垫的改变，甚至微调床的高低哦，或者是就是把那床头摇高摇低，然后如果都能做结合的话，看能不能就是让这种褥疮的发生率下降了。因为老实说，你要护理师啊那么忙啊，每两个小时去看一次，如果他没有人顾的话，他基本上如果这病人又没有旁边没有家属或看护来顾的话，其实是还蛮长，最后就是演变成他的伤口一直好不了。对，我对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好奇，谢谢。是是是，那我们现在的产品做到的，因为虽然不是像刚刚我秀出来那个新的技术，但是现在产品里面做到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你压的这个点啊，它其实会因为时间变化越来越深。那你在做这个翻身提醒的过程里面，他会看到你有没有有效的去把压力点做释放，然后到最后可以达到就是完全被释放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的那个护理师现在会拿着我们的手机去看待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去帮助病人做翻身。这个目前为止已经有在使用了。对 ，OK， 那谢谢 Doctor 哈 ，Doctor 的问题。那因为时间也蛮晚的，那 OK， 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的？有的话我们就做最后一个好吗？阿都有没有 ？OK， 那不好意思，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可以 ，OK， 请说。我是 Morris， 我是一个英文老师 Kevin， 一个问题，今天做得很好，两点。是，请说。一个就是你那个笔记做得很好，有没有机会可以找你的笔记亲自看？第二个就是这本书，我告诉你，就是未来，今天未来的十种人，他的有第。哎 ，Morris 那边的那个音讯哈、哦、不是很清晰。对，你那有没有谁听得比较清楚，可以转述一下？哦，没关系的，那没关系。我就想说，那个精髓吗？这样声音可以吗？可以，可以。笔记没有问题，你再重复第二个问题。对，啊，我大声一点好了。好，第二个问题，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谢谢。好，我在看这本书《为决定未来的十种人》，有一个是第五种，共同的合作人。是，你们在做这个 innovation 的 process， 有没有这一个方式或方法来结合这个共同的合作人？他其实是有的、哦、就是他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在他的就是每一个单一的人里面，他在这十种能力里面一定会包含三四种，所以有一些人会比较偏向是这种个性的，像譬如说像 Kevin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哦、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容易把人连结在一起的人，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算是一个关键的 contact person， 一个 key person， 就是一个重要的连接点。这个人这样，像 Kevin 这样子的人格的这种人，他就很适合去做那个共同合作人的这样子的人。他可以去说服 A， 他可以去说服 B， 他可以把 A 跟 B 加起来之后，再带着 A 跟 B 跑去跟 C 见面，然后把 A、B、C 大家串在一起。再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你身边就有、哦、没错，
是，对，这是很好的一个模式啊。说是不是我们的集合的啊网络会可以做几个 project 来做这样子，比方说在那个研拟这个歌集合会的会歌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不同的人合作来把这个歌弄出来啊。我想说以后可以谈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有机会想请教 Kevin， 能够看看你怎么来做这个笔记。这个笔记是很重要的，能够在把你的构思的过程能够把它做起来。是，有机会可以请你来跟你吃个饭，然后我看看你的笔记是怎么做的。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对，好，这就是一个图像式记录的 presentation， 谢谢，太精彩了。谢谢谢谢。这好，那今天的时间关，我有跟 Kevin 讲过，说下一次的话，除了这一次线上的话，有机会的话，邀请他实体的到我们社里面再做分享哦。然后我们刚才保姆也有提到 ，Michael 有提到说，也希望有你的联络方式，到最后我再把你的资料转给他。对 ，OK， 那因为今天时间也晚了，我们今天就谢谢 Kevin， 谢谢，然后原则上的话，我会小会请，然后这个部分有车马费的部分，然后Kevin 也有提到了，他车马费的部分就捐回了，回捐给我们社内，我们感谢他，对，感谢 Kevin， 谢谢。形式上的话，因为我有带来我们小社企哦，那未来的话，在我尽可能的，在我们就算是视讯会议的话，我尽可能会到那个，会安排到那个对方的公司哦的地点来做这样的活动。对啊，谢谢。我也很想参与你们 IOU 一百这样。不要了，就回圈了。谢谢。做一个企业参访怎么样 ？Kevin， 是做一个企业参访。企业参访，因为公司很小啦，没关系，我们就先聊一聊，然后我再跟您拜访一下这样子。对，谢谢。太精彩了，你的非常 resourceful，very resourceful。谢谢。好，那没关系，那待会我就跟 Kevin 再来做这样其他那个步骤啦。那我们今天主讲人这边，我们谢谢 Kevin， 就到这边，谢谢。好，我们会继续进行下去。好，那我们就宣布今天的会议到这边为止哦。那会后的话要留下联谊的话，在线上继续联谊哦。集合网路第220次例会结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很热闹回应啊。那 Kevin 下次就有机会到我们社内坐坐啊。好，没有问题， okay. 没有问题，我有把我的那个 email 写在这上面哈，然后电话也留给大家这样子。那我待会会直接把名片放在群内，好不好？可以。好，我待会直接把那个 Kevin 的名片放在我们群内。好，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好，那你们继续聊，我跟 Kevin 把后续再进行一下，感谢，谢谢。